救人了！放了，放了，算不算碰瓷的？5000够不？肖老师，你别管了，你看这女的就像碰瓷的。来，这儿10000。救我！你有钱了不起你？穷小子，今天的事儿你最好别插手。救我先生，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能让他伤。放心吧，没事了。来，赵厂干什么？先照流产，再不行针，孩子没了。邢厂长，我告诉你啊，今天他要流产了，都是你杀的，全事我负责，别再聒噪了，你再聒噪废了你。孩子没事吧？放心吧，没事，回去休息去。真的太谢谢你了。真让瞎猫碰上死耗子。哎，你没事吧？我没事，刚才被车撞了一下，还好这位小兄弟救了我。多谢你了，小兄弟。哎，还请问小兄弟贵姓？我叫江浩辰。稍等，小兄弟啊，徐某必有重谢。就是你撞了我家夫人。没错，是我。我家可是苏城的刘氏，我爸是刘长秋。在下于永元，刘氏，区区一个三流家族而已。夫人要是和腹中的孩子出了事儿，我让你整个刘家陪葬。于总，我不是有意的，于总，求求您放过我。求您放过我吧，就饶命吧，于总。闭嘴！江晨，你快告诉于先生，我们认识啊，江晨。不好意思，人不熟。于总，于总，饶命啊，于总，于总。你想要什么，我们家都可以给你。好啊，从今天起，我要刘家从苏城消失。江先生，夫人出事了。啊，江先生，抱歉让你走这么远，我实在是担心夫人的身体。夫人已经没什么大事了，刚才也只是正常的胎动。江先生，这菩提手串实在是悬在我们姨父头顶上的一把剑了。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我们夫妇寝室难安了。放心，问题不难解决，拿完回来。雪兰了，放进去就可以化解了。这么简单吗？他的鬼话你还信啊？你是看准我小姑和我小姑父病急乱投吗？一向是你的鬼话，他们信我才不信。你是觉得你小姑和小姑父？我相信江先生，我们试试就知道了。这怎么回事？我现在感觉浑身很轻松。太好了，谢谢你啊，江先生。江先生，您可真是我们叶家的大恩人呐、啊！爸，您怎么来了？这位是叶老吧？叶老含辛茹苦，三焦受损，能撑到现在，实属不易。你怎么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江先生是位高人，跟你说了你还不信。江先生，那我爸的病，您有办法吗？当然有。叶老，您下棋吗？下。那我们下一局。一局之后，您的伤就会好。哦，爷爷，爸。哎，我没事，我没事。姓江的，我爷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寒气郁结于肺，积累成瘀。这淤血不清，病永远。爷爷，真的好了？江先生是我叶家的贵人，以后在苏城，如果江小友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叶余两家必将全力以赴。余先生，接着说。你弟弟背后必然有高人指点。江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放心。以后出任何事，随时联系我，我会主动相助的。太谢谢你了，江先生，这是于某的一点心意，约20000别墅一套，还请您务必要收下呀。那我就谢谢了。
姓白的，怎么还不搬走呀？哎，我都给你说了，这里要拆迁了，你怎么还不搬呢？周姐呀，我还没找着地方，你再宽限我几天吧。再一个，既说我搬走，我多交给你的半年房租，你是要退给我的呀？退房租？你想多了吧你？啊？我当初呀，还不是看你可怜，才把这地方租给你的啊！我要是把这改成猪圈呀，你这可赚得多了。行，你不搬呀，我替你搬。老三，我把东西扔出去。扔，这就扔。谁敢闯进来，我就报警啊！报警？你他妈还敢报警？小子，不要多管闲事，不然连你一块打。狗一般的人物。也敢在我妈面前说我，敢动我二哥，小子，我弄死你！你是谁？是谁？是谁在那里？妈，我回来了。小陈，是小陈。是我。七年了，你终于回来了。对不起，妈，我早该回来了。你到底搬不搬？没事，妈。我来处理，我们会搬出去，但你多收我妈这半年，一分少一分，不叫我们。大姐，咱们就给他吧，我们都拆迁了，还差这点钱吗？行吧，给就给吧，不就几千块钱吗？妈，走吧。去哪儿呀？我已经有住处了，我回来了，就不会让你受这个委屈了。咱们走。穷鬼，活该你受穷！我这地方马上就要拆迁了，这几套房几百万马上就到手了，你呀只能睡大街上去了。再废话一句试试。再废话一句试试。苏城啊，六大家族于氏名下的地产，哼，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儿，怎么你们不服吗？巧了，开发商就打算开发这里。你是谁啊？你说不开发就不开发了。喂，刘主任，有什么事吗？喂，周姐啊，刚接到通知，你家那块地开发商不拆了。啊？那我三套房300多万，这说不拆就不拆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集团大老板亲自发话，恐怕是没什么回旋的余地了。怎么样？开拆？你真的认识大老板？这辈子别想遇见我。走。江先生，这是我们最好的住宅子，市值1亿多，要不起。是。你能回来真好。妈，以后我不走了。你眼睛模模糊糊的，能看见这些东西，还都习惯。白家这些年没来照顾你吗？心经常来看我，他还打听你的消息。哎，这些年我牵心的太多了，你要有能力了，好好的照顾一下他。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哎，对了，你爸七年前给你订的婚约，我已经退了。怎么退了？哎，退了也好。妈，你坐好，我给你行针。这些年我潜心修炼学医，你的眼睛癌我能治好。小陈。我能看见你，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看看你。以后我都不离开你了，让你看个够。妈，当年害我们家破产亡的人，到底是谁？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就算过去100年，我也不能忘。父亲的孩子，人被逼出眼睛，多少人把我们逼入绝境，害我们家破人亡。我们受到伤害，都要加倍的还回去。害我们的人就是燕京僵尸，
你的大伯江明哲。燕军江山。当初你父亲有机会继承江城半壁江山，但是他不愿意与你大伯江明哲争夺，就远到苏城自立门户。但是你大伯害怕他东山再起，所以他发动一切势力关系迫害你，我们惹不起他。妈，你放心，我现在势单力薄，不会跟他同行。但终有一日，我会壮胆起来，去江明哲想象阵地。近半年来，我们长期订单量锐减三成，财务吃紧。你是负责销售的，你不说说怎么回事？我一销售组长，权限可没这么大。你是觉得我委屈你了吗？难道不是吗？如果不是我负责的众诚医疗撑着，现在公司早就陷入危机了。众诚医疗的单子，那是我半年前签下。怎么你还委屈上了？这个单子要不是我维持着，早就跑了。周氏集团现在有一个新项目，涉及资金十几个亿，如果能拿下来，就能扭转公司现在的局面。以咱们公司现在的情况，应该根本扛不上。干不了，干不了就辞职。那就辞了吧。江浩辰，你回来了。林翔，我看你敢了。你觉得这里还有待的必要吗？相信以你的能力肯定能有更好的前程。陈哥哥，我辞职。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堂哥，不就一直你想要的。那好，公司的股份你是一分钱都别想。我们走吧。另外，众诚集团是你现在最大的股份。是啊。怎么了？现在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你说不合作就不合作。没错，我说就。江浩辰，你可别忘了，你现在就是一个小鬼，就凭你，也能左右得了众诚的决定？住口！不好了，王神，那他说，众诚医疗要取消所有和我们的合作。林一星，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哎。林一星，你也是林家的人，现在众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已经要辞职，这里的事情与他没有关系。众诚跟你们合不合作，不是你的事。他还没辞职呢。说怎么回事？你今天要说不清楚，不要在林家待了。你早就想把我赶出林家了吧？你一直认为我会跟你争家产，所以你想尽办法的把我赶出公司，是吗？林一星，怎么和我说话呢？难道不是吗？这一年多来，我忍气吞声受尽你们的排挤，我为公司做出了多少奉献，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呢？把我赶出林家，赶出公司，凭什么？我要回了明伦集团欠了三年的工程款，我拼着命的为林家赚了一个又一个的单子，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呢？你是林家的人，要有奉献精神。奉献？奉献我的一切成就你们的林家是吗？抱歉，做不到。陈哥哥，我们走吧。林星，你长本事了，你翅膀硬了。江总，又有公司要取消和我们合作了，理由呢？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他们都要和林小姐合作。你出去。雷一星啊，刚才是哥哥不对，你回来继续工作吧。辞职书我明天递交。不，你先不要冲动。是，我先给你放一天假，你好好休息休息。等明天来上班，我恢复你销售经理的职位。再说吧，我先挂。谢谢你，陈哥哥。谢什么？以你的能力，长期容不下你。因为是我爸的心血，所以我一直隐忍着。陈哥哥，你和众诚的负责人认识？你了解众诚吗？了解。前不久叶家并购了众诚，由叶老孙女叶清月接手。他欠我个人情，所以这次也是举手之劳。另外，我让叶家动用资源，命令把其他项目也交由你负责，否则就取消和长期的合作。所以我这次堂哥骑虎难下才被迫答应。没错，虽然他表面上处处针对你，但其实骨子里也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一心，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你就离开，以后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谢谢你，陈哥哥。喂，邀请我。李氏，药王堂。你是怎么治好药？气疗。气疗？医书记载气疗已经失传了几千年，你说你懂气疗，简直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能治好叶老的寒伤？谁知道是不是侥幸。叶老多年服用我们李氏药堂的十全益补汤，之所以病了都是因为这个。
而你不知道是不是酒仙。苏城李氏药堂九名圣人凭着药王千金方残篇中的药谱推出十全益补汤，这款汤剂可治百病，听说是款全能的汤剂。你懂得还挺多，只可惜这药现在出了问题，如果不是靠着药王之后，你们李氏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再说一遍试试。抱歉，我的话不说第二遍。哎，只可惜这十全益补汤中最重要的天王护心草十分难得，你们的先人应该只是偶然得到了一点点，现在应该用完了吧？一旦用尽，这十全益补汤一文不值，对吗？江先生，小儿无理重放，这里向您赔不是了。这个十全益补汤里头有味天王护心草，这个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几位有话直说吧。江先生对药理药方如此了解，我是想知道，你想知道有没有可以替代的药？正是，江先生，如果你能帮我们李家，我们李家定住县。当然，而且改良之后药效是现在的三倍。胡说八道，现在已经十分难，药效已经提高了三倍，你这是痴人说梦。那减去这三味药，再加上这一味，你看如何？党参、白芍、熟地三味药，加了一味取水流菇。取水流菇是药书上记载，这是一味灵界药，加上这个灵界药，的确可以提高三倍。不过这个药没人见过呀。巧了，我这就有。这一株够你们用三十年。说个价吧。抱歉，不卖。江先生，您说要多少钱？我想占李氏的千金药器四成。我看你是疯了吧？就算你的药再珍贵，我们李氏市值最少值200亿。是江先生，这药材虽好，它也值不了80个亿啊。那再加上这个天王护心草，天王护心草，没错，这十全益补汤剂里最重要的一味药材，只是这种天才地宝可遇不可求。江先生，您说要多少钱？您开价。我说了，我要占你们四成股份，这些奇方异材我有的是，只要愿意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们李氏在几年之内市值能翻几十倍。怎么样？考虑一下。这个，那我就再去其他药去看。哎，江先生留步。四成，我答应了。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六成。刚才四成已经给了你们很大的便宜，这些药材一年之内也能值不少钱。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六成，以后李氏我说了算。你简直欺人太甚！六成，成交。好，恭喜你啊，身家百亿了。还要谢谢你帮我搭上了事情。哎，要不我们先吃饭？可以啊，就现在。那好，你来定。喂妈。小陈，后天你外婆70大寿，我们回去一趟吧。你想外婆了？也是该见见外婆了啊。那礼物的事儿你不用管了。哟，二姐您来了。回来看看妈。你眼睛没事了？行好了。这个是小陈。嗯。哎，今天可是妈的生日啊，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像你们这要身份没身份，要地位没地位的，怎么来也不挑个时候呀，千万可别在这重要的场合丢娘家人的脸。您再敢多说一句我马上抽你。哎，怎么可能你小姨说的话啊。老公你可算是来了，这位小兔崽子嘴巴不干净，你替我啊教训教训他。媳妇儿啊不要担心，这小子呀再敢说一句废话我直接把他进去啊。姨父他是出差回来的。出差了多久呀？3个月。怎么了？3个多月都没回来。小姨最近是不是食欲不好还恶心？你怎么知道？小姨这是有身孕。恭喜姨父马上放冰了，只不过这应该才2个月吧。姨父你应该多吃点蔬菜健康。小兔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再胡说我打断你的腿。这么大的事儿我可不敢胡说呀。信不信姨父回去验证一下我就知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公，今天是我妈亲自大寿，看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呢。我在那边拼死拼活，赚钱养家，在家里给我再晕过啊！老公，你看这么多人，你非得要弄得这么难堪吗？老公，好嘞，爷爷好了，好了。哎呦！ 这不是江浩辰吗？你们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呀，你这一走这么多年，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死了呢。还有你妈呀，这瞎了这么多年，连个信儿都没有。托您的福，我还活着。我母亲的眼睛也好，那就好，那就好。哎，你们是来混饭的呀？哎，那一锅可得多吃，要是不够，打包带走。 啊，你和你妈呀，可能也没机会吃这五星酒店的饭了啊！外婆，这是我给您带的。啊，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呀，乔老师？你这是从哪挖出来的？你看你说，长得还挺别致。哈哈哈哈哈。那是油碱无主，这是蛇蝎美人，灵药中的一种，年代越久功效越强。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它。 这个东西这么珍贵，它有什么作用？这多少钱呀？作用，嗯，它能让人青春永驻，价值我不敢说，但是它最起码上亿级。我说十三亿，都别跟我扯。抱歉，我问外婆，小陈，你是不是真是个奇人呀？7年了时间，给我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小野们。 以后别再担心我了。要是你爸在就好了。真有一日，我会让所有伤害过父亲的人，通通偿命。堂妹，我们和周氏的那个单子，你去谈吧。为什么非要我和周家？你也知道，周氏这个单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去谈比较好。我考虑一下。好，我已经和周家的人约好了。我还没答应呀。好不容易周家才答应引进馆在金碧辉煌医药会所见面。 我知道，我的好妹妹，周氏这个项目就靠你们了。喂，周少，搞定了，今晚他会去。哈哈哈哈。国栋，只要他来，今天晚上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周少，你的项目可以完全放心交给我们。哈哈。当然。那关于合作的方面，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林小姐。 我们周氏集团还有一个几十亿的项目，如果你们连续吃得下，订单多的是。真的吗？林小姐，干了这杯酒啊，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那真的谢谢周少了。林小姐真是漂亮。说真的，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喜欢上你了。 周少，你对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就是想跟林小姐在这儿谈谈人生。不要！哎呀，林小姐，你就从了我吧。做我周少的女人，亏不了你啊！耿哥哥，救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方，谁都救不了你。哈哈哈哈哈！ 站住！既然周少放场，放手！哪个王八蛋敢坏我的好事儿？哎，李信，没事，咱们走啊！来人，人呐！给我杀了这小子！杀了他！谁敢动他试试？手下败将，一个叫板武，让开！饶你们！小子，你好狂妄的口气！ 刁虫小姐，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我师承江剑门，我师傅程啸天，是绝尘期高手，你敢废了我的武功？啊！看清楚我的脸，记清楚我的名字，啊，叫江浩辰。啊啊！既然你管不住自己，下辈子做太监。
林总，您可真厉害，这波下来，您既能拿到周氏的新项目，又能好好羞辱羞辱那个林一心，可真是一箭双雕啊。赵浩辰，你怎么来了？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报警啊！不嫌死就滚！是你骗一心到周少宗那里的？是又怎样？新疆的，我告诉你，我和周少关系很好的。一心为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为了赶他走，你连这么下三滥的周氏都使得出来？你说你是禽兽都侮辱禽兽这个词儿！告诉你，这么做是犯法的。违法？东西拿给他，让他看看。长期成立这么长时间，偷漏了多少税？你心里都有数吧？派各种不当竞争、潜规则下属、雇凶伤人，这些都记得吧？张总。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这么搞我？搞你？你也配？要不是江先生有令，我都想不起你这好人物。江先生，指的是你？没错，是我。常进能有今天，有一大半的功劳都是一心。如果你们能好好待他，我保证三年之内，常进能达到全新的高度。只可惜你们处处针对他，今天更是为了利益卖单。那既然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你到底想干什么？把长期所有的股份转到一心，从明天开始由他担任董事长。休想！这不可能！严省长，江先生背后有余家和叶家鼎力支持，你觉得你斗得过这两大世家吗？我现在就发邮件，林家所有的股份全部转到林一心名下。好了，林一心也是董事长了。把所有文件交给警方。是。江浩辰，你不守信用！你也配？你是说？我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是，以现在的医学手段是恢复不了的。周总，你先别激动。我他妈能不激动吗？你告诉我，那小子怎么来路？死仇不报。我是个伟人。周总，对方很年轻，但实力属于全国顶尖。是我无能，打不过对方。我今天就回师门，请我师父程啸天出马。我师父一定能砍掉他们的脑袋。我等不了那么久了。你现在就给我去弄死他！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一般的杀手是打不过他们的，而且余家和叶家也力挺他们，我们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余家和叶家也不信任这小子，跟我们周家作对，这更加证明对方不简单，请务必忍耐一段时间。我回师门请我师父，到时候就算余家和叶家也不敢轻举妄动。江先生请。尚叔叔，这位是江浩辰江先生，就是他治好了我父亲的病。这位是拳王上卿，我父亲多年好友，在武学界很享盛名的。哦，原来你们又找了别人。江先生也是很有实力的，我们也多亏他的帮助。哼哼，一个20岁出头的年纪能有什么本事？区区一个老头就敢摆这么大门，一只脚都踏进棺材了，才勉强就能成就。你这辈子就这样。说什么？既然你们已经找人来了，那我就不多待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次来的人不是普通人。小子，你是觉得我打不过对方的人？那出手一试便知。我让你三招。你不用让我三招，我怕我一招就让你趴下。原来都在这里啊！既然今天都来了，那就全都死在这。什么人？鬼面人？这10年我苦心修炼，今天回来就是为了复仇。你这个败类鬼面人，今天有我在，你休想伤害任何人。你能接得住我三招算不算？没想到你接住我这一拳，这10年你以为就你一人？尚叔叔，没想到我上清今天栽着这。你们都受死吧！哪来的？你说谁是佛？小子，今天这事儿可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们。我受人之托要娶了于永元一家亲，
于永元一家我保，敢碰他们？不可能！我说过，于永元一家我保，谁敢动他们，死！不可能！你才20岁出头，实力跟年龄无关，不像有些人。 穷尽一生，也冲破不了自己的极限。你不要太狂妄，我告诉你，尚叔叔，我叫人送您去养伤吧。啊，江艳阳，今天多亏你了，幸好你及时出手，要不然我们都得遭殃了。我欠你的人情，你的事儿我一定会管到底。不过，你这个弟弟心狠手辣。你放心，今晚他回去收到消息。 我就叫他不敢再动你。至于怎么反击，就看你了。江先生，那您觉得我现在要出手吗？太太，他身后肯定还有条大鱼。哪位？哼，你就是江浩辰。你是谁？小子，你胆子可真大，竟敢坏我好事。你是于永军？没错，是我，冲撞。 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中国有句鬼话叫“祸不及妻”啊！你和你哥的矛盾，你们自己要解决就是了。为什么要牵扯妻子而已？我于永军的事情也敢插手？不要以为你有几下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世界上多的是你惹不起的人。你派来的人都太弱了，麻烦下次还是真诚的告诉我。江浩辰，我爷爷来让我告诉你，程啸天已经出山了。 你上次废了周家祝寿司，他就会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来了就好，早来早就不会。难道你不害怕程啸天吗？我怕他干什么？回去告诉你爷爷，感谢他的关心。但是有些事儿太小，没放在心上。只要程啸天肯来，我就敢把他救出来。喂，陈哥哥，明天是我生日，你可以来给我庆生吗？目前没工作。 对呀，思雅把你安排进他们公司啊！谢谢，不用。陈哥，别不好意思，我的公司啊，你这……不过这男人要是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一事无成的话，那就只能找找自己的问题。哇，家族继承者还是海归精英，这种完美的男人恐怕只有小说里才有吧？一心的后半辈子有着落了。起劲！提到公司，我打算。 在3年内扩张10倍，而且啊，我已经和苏城的于氏集团达成了好几项合作，涉及金额达数百亿，并且这次签的合同是于氏集团的老总于永元亲自负责。哎，都是年龄差不多的，有些人怎么这么差劲？对了，思远，我家一新生日，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哈哈，礼物啊，大家都有。走吧，一新。 那我是吃不下去了。我们去见人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客户。什么客户？就是我一位朋友，对长局的发展感兴趣，想要入股。陈哥哥，那我去看看，下次单独约你吃饭。有事随时联系我。林一心，我们又见面。周少聪，你这是干嘛？ 我那位厉害的朋友就是周少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为什么？我脸不比你差，身材不比你差，可为什么你身边围的男人一个比一个优秀，而我却一无所有？李静，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好吗？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带我离开这里好吗？我求求你！离开，落到我周少聪的手里，你想逃去哪？ 林静，你做的很好，这个是你应得的。300万，谢谢周少。林静，我们的关系还比不上这300万。你就认命吧，周少能看上你啊，是你的福气。林一心，我周少通想得到你，没有搞不上床的。 现在就给江老陈打电话，让他亲眼过来看着你是怎么被凌辱。限量版上市，价值上万元。我托朋友啊，从法国带回来。哇，
真的是限量版呀！据说这款用超级会员都预约不到呢。这件礼物是我为一星准备，快拿出来看看，一定很名贵。啊，天哪！这款项链据说全球限量十条。没错，大概二十来万吧。整个苏州城，他也找出来了。爹，送给你当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对呀，这个太贵重了，不能收。收下吧，这是我的心意。一心，你就收下吧，思远是真心的。倒是有些人，你把他当朋友，指望他送你点东西，他恐怕也拿不出什么来吧。你还真相信他能拿出什么像样的吗？这是什么？钥匙。林哥哥，这是。一心。这是藏龙湾的一套别墅钥匙，我今天给你买的。这些是购房发票，你有时间去购个户就行。藏龙湾别墅，那是我两房亲戚豪华，真买得起，也就一亿三千多万。你还一亿三千万，小好臣，你作假也做得像脸吧？这不是你亲戚开发的盘吗？是不是真假？你应该看得出来。没错。我看看，作假还做到我头上。怎么样？你远房亲戚应该是张琪，不巧我认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真的。这难道是真的？陈哥哥，这我不能要。江先生，你也在这里？于先生也在。我刚才听经理说江先生在这儿，特地过来敬你一杯酒。谢谢。这家酒店是我于世名下的酒店，江先生有任何需求尽管提。在下就先不打扰了。好，于总，您是于总？是啊。这位赵总说他们家公司跟你们达成了合作，并且是您亲自跟他签的合作。合作？我没见过他。你们家是经营什么？于总，我们家是镇远集团。没听过，我没合作过。小子，你要是打着我的名号去招摇撞骗，我可饶不了你。一心，合作谈得怎么样了？江浩辰，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二十分钟之内赶不到地警会所，林一心就会被一群男人杀。我五分钟到，如果你敢动他一根汗毛，我让你全家陪葬。林一心，你说姓江的会不会来？臭小偷，他有什么事冲我来，跟他没关系。呀，刚才不是还怕得很吗？怎么一听关系到你心爱的男人，你就立马强硬了呢？李欣，我告诉你，他今天救不了你的。我们周家今天请了强建文的江春如，恐怕十个江浩辰都不差不多。我今天啊，就让他来痛苦和屈辱中死去。哈哈哈！周少松，你再敢碰开去，我灭你满！哼，江浩辰，你来的还真快啊，你还真敢来！男人之间的事儿，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你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男人？江浩辰，你以为我们周家今天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请了程啸天来吃你的小命，但是在你临死之前，我要让你亲眼看看这个女是怎么被凌辱的，然后一点一点把你身上的肉剥掉，让你也尝尝痛苦的感觉。如果你肯跪下来求我，本少爷一开心，我就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闭嘴！我告诉过你，找我报仇可以，但是不要碰我身边的人。可惜，你把我说的话当放屁。江浩辰，你给我等着，我会倾尽我们周家所有的力量弄死你。江先生您放心，我们余家随时待命，动用余家叶家一切资源保护好江浩辰。
你打算怎么办？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江浩辰。爸，我知道这样会和周家撕破脸，对我们也没有好处，但是爸，这江浩辰一定要保护好他。放手去做吧，我这里不需要理由，这件事情之后余家就交给你了。爸，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江浩辰这个人我查过，只可作为盟友，不可作为敌人。另外你弟弟这些年对你所作所为我都知道。这些事你都知道？包括我和明明两个孩子的事你也知道？没错，我都知道。为什么呀爸？为什么呀？知道苗疆传说中的蛊吗？数种毒虫放在一起，更其相互厮杀啃食，直到最后一个活着的就是我。你和你弟弟只能留一个，你们互相残杀，留到最后的那个一定能带领于氏走向另外一个高度。所以我弟弟是你一手扶起来的？没错，我让你们互相厮杀，而你现在身边有了江浩辰，所以你赢了。你弟弟只是你的磨刀石罢了。去吧，放手做吧，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天这顿饭我请，有什么想说的直说吧，这么惆怅干嘛？周家能进入六大家族，背后的主力军就是程啸天。现在周少爷这么惨，程啸天最得意的弟子还被你弄残了，这仇他要是不报，程啸天以后在江湖怎么混呀？我知道，程啸天最多三天就到苏城。你知道程啸天是谁吗？传闻是一代宗师，凤毛麟角般的高手。那你还能这么淡定地坐在这儿？不然我能怎么办？他不来就算了，如果他真的敢来，那就不用回去了。江浩辰，你是很厉害，但是程啸天是宗师级别的高手。怎么，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呸，谁关心你？自作多情。谁叫我？叫我？你哪位？你是李佳明，当红女明星。对，是我，救我。我们走。队长，报警了。报警？我们余少看中的人还从来没有能逃走呢。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要我们余少一句话，分分钟封杀你。救我。你被骚扰了。小子，你不要多管闲事，我老板你惹不起。我本来以为只是简单的吃饭的，可是对方……行，知道了，你坐我们这儿吧，在这儿没人拦着。小子，余少的事你也敢？你有种拿下。不要吵，从来没有人敢管于少的事。我就在这儿坐，如果你们于少不爽，随时可以来找我。好，你有种。谢谢你啊，这次帮了我。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赶紧走吧，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这个于少肯定不是省油的灯。这样，你再等一会儿，等我彻底解决。秋月，要不你先走，我留下来解决。没关系，我倒要看看是谁家的少爷这么嚣张。哪个小子敢动我的人站出来。是我。这女人是我看上的，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今天我就管定你天高地厚的东西。你敢打我，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天王斧子来了。好，你给我等着。叶少，你们叶家好歹也是苏城六大家族，怎么我到你的地盘上连个小明星都搞不定吗？苏城六大家族叶少，怕了，晚了。你敢来试试？娘们儿竟然敢这么和叶少说话，活腻了吧。姐姐教育弟弟，这时候轮到你插嘴。你是叶清月。这位是我们叶家的著名恩人江浩辰。叶姐姐，我错了，我有眼无珠，我给江先生道歉。欺负女孩算什么呢？是是是，对不起。李佳明，以后我保证娱乐圈内没人敢欺负你。这次就原谅我吧。如果以后让我知道谁我们叶家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我必追究到底。是是，以后不敢了。今天谢谢你们了。不客气，以后有机会再见，这是我的名片。江浩辰。师父，徒儿，恭喜你能量大增，正是踏实同人呀！都归功于师父七年里的栽培。当年受伤他。
现在大限已到，已经消失在这天地之中。这是一丝残念与你对话。师父，哈哈，不用为我伤心，魂归去处也是喜事一件。今日来，我是师父所言为何物？这是我从神都十九带来的天才地宝，可以万年功德，可只有我的太原古籍剑，可在妖魔除恶，当今世间无敌。我一定会好好利用。他日，徒儿手持师父太原无极剑，必不辱师父威名。师父，你要走了吗？我受人暗算，两本早已信守决定，唯见你最后一面，靠一语残念撑这么久，已实属不易了。我是时候离开了。师父，弟子江浩辰，恭送师父。程前辈，您总算赶来了。江浩辰那小子年少轻狂，目中无人，把整个苏城搞得是乌烟瘴气，我们周家已经颜面无存，您可千万不要放过他。敢废我徒儿武功，我这次出山就是为了徒弟讨回一个公道，不参加任何私人恩怨。看我的身份呢、啊、出手对一个年轻人已经很不应该了。那江浩辰此人为祸一方，出手狠，当初届时周少爷也要到现场做见证。是，那就谢谢程前辈了。废话少说，如果要战，动手便是。我看你年纪大了，让你去。江浩辰，你肯定死定了。还要继续吗？如果现在收手，我可以放你；如果你还要继续，我就是。你以为我会收手吗？你已经败，我不会手下留情第二次。他死定了，他肯定死定了。江浩辰，老天有眼啊，你终于得到报应了。爷爷。不必惊慌，其母管教不严，交出这么一个祸害，当受棍刑之责。程前辈所言极是，咱们现在就去他家，把他母亲揪出来，当众刑责。是吗？那你这个老东西不分黑白，应该受什么刑？这怎么可能？没有人能受住我这一剑。你怎么还活着？怎么可能啊？啊，江浩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亡你为一代宗师，却连最基本的尊严，杀了我还要做人，做人底气何在？好，你不会做人，我教你。程前辈，程前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神通者。本来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但你对我母亲起了杀心，老而不尊，视为贼。江浩辰，你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抱歉，敢动我家人，我有一万个死，但没有一种安宁的身体。你不会得逞的。程前辈，程前辈，程前辈。周少宗，来聊聊我们的恩怨。江浩辰，我跟你之间的仇恨不共戴天，此仇必报。如果你要报仇，我随时欢迎。江浩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现在是一个徒弟，我是一个废物。我自认为我打不过你，但是总有人会打过。那你快叫出来吧，我已经回去。曹云阁主萧雨欣，程前辈之前跟你有过过命的交情。你曾经也说过，只要他有难，曹云阁会鼎力相助。他现在被人杀了，此仇不可不报。现在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自当自当是吧？当年的承诺，我自然记得，哪怕是一只蝼蚁，
我也必将其诛之。江浩辰，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你死定了。我本数十年不参与俗事，但既然欠程啸天一个人情，那我今天就还了。你是自行了断，还是我亲自动手？太原剑，说。这是太原无极剑。你死定了！你快过去杀了他，杀了他！这个祸不能留在世上。帝尊，你记得心儿了吗？帝尊，我是心儿啊，帝尊。你口中的帝尊。太原无极剑上有他的气息，这剑就是他的生命，怎么会在你手里？这剑就是他的生命，怎么会在你手里？师父在那个时间遭到其他两位仙帝的攻击，临终前一缕仙气，玄武尊软沉沉。师父现在已经现身，但没有重回仙界。诸武大帝尊，你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说如果我回来了，可以向你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我记得。提什么都不过分吧？你提。那我提了。今天的消费，你来买单。你说什么？这就是我的要求，我就是想蹭吃蹭喝，不过分吧？江浩辰，没密码，随便刷。要不是我最近不宜破身，早就把你吃了，还等到今天。这个要求很过分。别装了，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一句话你给我等着就行。江浩辰，你个混蛋。林小姐，我们云夫人愿意成绩三倍的市值并购，而且并购以后依旧是成绩的总裁，拥有决断权。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抱歉，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且成绩也是我名下的心血，别说三倍，就算十倍我也不买。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抱歉袁夫人，这个真的不行。林小姐，这可由不得你。你今天要是不签，可能过五分钟成绩就不存在了。说说你不合作的原因吧。因为你是江氏主母，你和陈哥哥有仇。没错，就是这个原因。陈哥哥，哎呀，小陈，你来了，七年没见，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大伯母，在我面前就没必要强解出一副笑脸了吧？小陈，看来你对我们是有误会，也罢，改天我们约个时间，好好谈谈。消除误会，我们走吧。等等，江家不死，我不久不。白薇，有些事情你真的以为时间就可以抹平？江明先是眼瞎，如果他有我，现在江氏家主之位必定是他的。你哪一点比我强？你有我手段强？你有我能力足？他要的不是家主之位。当年你们被追杀，我说过只要他肯回头，我可以马上让你绝境求生，并重回江氏夺回一切。只要他肯接受我，甚至可以做他的情妇，不要名分。可是他宁愿去死也不肯接受我。我有那么差吗？他必须死，还有你也一样，还有你儿子也一样。迟早有一天，你们放心，我会让你们一家三口在地下团聚的。挑唆江明之下我父亲的罪行，七年前害我家破人亡的还是你，现在就杀了你。住手！妈。好，杀伐果断。比你当年的父亲可是更有狠力。要是你父亲当年有你这种性格，何至会走到这一步？你最好离我身边的人远一点，否则我不敢保证你什么时候会死。清幽居知道吧？你高手云集，你身边那么多人，你想全都祸
不得了吗？你敢威胁？不，我没有威胁你。年轻人，不要冲动嘛。大嫂，你还是走吧。哎，也行，今天我就先走了，改天我们再见。袁夫人，您约我在这儿见面是有什么事情吗？哎呀，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约你见一见。我是小陈他伯母，也算是亲人了。小陈他喜欢你，将来啊你也是我们江家的媳妇儿。我约我侄媳妇儿出来见一见没问题吧？我和陈哥哥只是朋友关系。你不喜欢他？别不好意思，我是过来人，你那点心思我看得到。我不知道。小陈这孩子挺不错的，我也挺喜欢他的，就是和我和他大伯有点误会。这误会呢还要靠你来帮我们化解。是误会吗？是啊，我和他大伯啊这些年都很自责，就想着如果早一点把这矛盾给化解了，解释清楚了，他父亲也不至于那样遭遇。那我要怎么帮忙才能化解？那就简单了，只要你付出那么一点点就行了。林夫人，我都准备好了。赵思远，你也能在这儿？想不到吧，居然会在这儿见到。你说我那么喜欢你，但是在你眼里怎么只有那个江浩辰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不干什么，江明先要死，他的儿子也要死。他江浩辰要护的东西我必毁之，江民先要爱的人我必杀。为什么云夫人，你和他父亲的仇为什么要牵扯到他呢？没有这么简单，当初我没有杀了他就够仁慈了，现在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起来了，哪能威胁到我们江家的势力？他是我眼中钉肉中刺，我能放了他？可是没有什么可是了，要怪就怪你是他爱的人。林心，我嫉妒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偏偏会不顾一切的爱着你。林夫人，我可以开始？当然可以了，我会把你所做的一切都让人直播，然后通过网络平台传到所有高楼上面的大屏幕上去，所有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贱人，让江浩辰看清楚和我作对的下场。云夫人请放心，保证让他欲仙欲死，还很想。不要！陈哥哥，没事，有我在，谁也不敢伤害你。今天伤害你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哎呀小陈呀，我只是请一心来吃个饭，这其中啊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当年你们害死我父亲，萧慧云你接连不断的挑衅，这不用怪我对你不客气。当年的仇咱们一块儿解决。你想怎么解决？现在我是燕京江氏主母，江氏财力万亿，势力波及周边驻地，背后更有神秘门派撑腰。你呢？你有什么？就凭我是江浩辰，你斗不过我。清幽居只要动用十分之一的力量，就能弹指间将你毁灭，杀你。我只不过是弹手之间。夫人，我杀了你。住手！夫人，让我杀了他。退下！当年你父亲也曾经是这么抽过我一把，那一次他是为了你母亲，他警告我让我动你母亲并杀了我，那也是他唯一一次男人。
这一巴掌让我很是怀念呢、啊。夫人，我的脸，你江浩辰，你居然敢打我！杀了他，杀了他，严庆，杀了他！是夫人，前腰举手，名声在，我让你要，看右手说。娘，既然没事，别说是你了，就算是你们门主青阳居士，我也不敢动。江浩辰，好大的口气！啊。要不是不信敢杀了我，今天敢动我一根毫毛，青阳居就算睡到天涯海角，也必将你诛之。赌一把，看我敢不敢杀你。江浩辰，你敢废我修为，青幽局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会放过你。回去告诉你青幽局，敢插手我跟江家的恩怨，灭你们一门。江浩辰，你敢断我四肢，废我护卫，燕京江家，你倾尽全力将你杀了。夫人，请出青幽局。格杀令吧，格杀令一出，青莲居士转瞬即到，手刃敌人。侯元庆，现在就请出格杀令，用出这唯一的机会，杀了江浩辰，绝了我心腹之患。是。江先生，朝云阁所有子弟随时待命。江先生。月亮家会不惜一切代价协助你。本来想慢慢高考你江家，让你在绝望中死去，但既然你这么着急死，我也不进去成全你。顾爷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直接说。现在我们送出最后一盘不要断绝后的一切合作，我们只有业主要转移财脉，威胁到我们陈家峰了。伯父，这些都是小事，你洗干净脖子再研究。等我解决完大伯母，就亲自来宁夏养老，让你江家万劫不复。格杀令一出，我师父稍后就到，到时候定将江浩辰和他身边的人杀一个不留。好，年轻人。就是你废了我弟和修为，是我，只是没想到鼎鼎有名的青幽居在外助纣，帮助江家做这件事。我只废你弟子的修为，已经是小家一件。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不如你加入我们，我们强强联手，以后。你可以为所欲为，做你想做的事。真的这么好吗？不错，真的这样。抱歉，江家的朋友就属于你，我定不惜一切摧毁江家。你怎么这么冥顽不灵呢？是我冥顽不灵，我只是不想跟你们这些卑鄙小人同流合污罢了。江浩辰，你已经是通神斩了，你若愿意加入我们，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可惜你不成佛，那抱歉了。那就不要废话，那就试试吧。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怎么这么强？有什么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不过一件事。不要，我们错了。完了。我说过，害我家父的，我定会砍下他的。